在多多久经沙场终于翻车了。我居然花了279买了这玩意，商家都提桶跑路了。来看看这支水枪的同胞兄弟。据形容，航帅 GYSQ 虎尘那点黑屏科比特琴猫看不清启智新图池高压水枪五妹雷巴顿华雷品运特意，真想不到能搜出这么多款，就是没我的蒂诺。说了这么多翻车的到底是个啥，当初加价买的大容量电池翻车了，一年用了十来次，现在只能用几分钟，电压还有18伏居然用不了，先拆了再说，估计是有部分电池坏了。这里有一组电池电压只有 3.2 伏，应该就是这串电池触发保护了。居然有这么多腐蚀的地方，我记得电池是没泡过水的，作为一款洗车用的电池，一点防水性都没，差评，先全部拆了，看还有没有救。像这种贴牌杂牌的三无电动产品，以后不碰了。严重腐蚀的电池给他简单换身衣服，测一下还有多少容量吧。 Later， 居然不到1000毫啊，虽然不怎么用，但是电池也没亏过电，不至于剩下这么点容量吧。实锤商家虚标了，把电路板削了，接上两根线作为外置供电用吧。别问为什么要削电池保护板，不削直接冒烟警告。接个航空插头，用 24V 开关电源供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了。这玩意洗车效果一般，但是家用还是可以的，冲刷这垫子真解压，用来洗那种网状鞋子效果很好。吐槽完毕，记得关注。